因为受伤而影响到更加重要的世锦赛。广东队梁富亮的双杠，挂臂支撑前摆，后切起倒立，后上金单臂360，大挨环团两周挂，团要比区稍微难度低一点，后摆区里前空翻右四分之一成挂，踢佩尔特，后去两周下，很多身体姿态的细节，比如说腿有没有并紧，脚尖有没有勾着，这些地方都是选手要注意的，因为在难度接近的情况下比的就是你的姿态了。得分14.50分，我那不都过了，太急了，你那个关卡没有过了。